二楼这边吃毛巾卷啊，一共有五个口味，巧克力的，一共有五个口味啊。吃这个是，这个是巧克力酱的，看里面的巧克力酱太多了。太好吃了，咱们这款是乳脂奶油啊，咱们这每一款的酱都特别多，这个里面应该是草莓酱、蓝莓酱，嗯，草莓酱啊。不是那种全部都是那种奶油然后没有酱那种。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是不是主要咬开它当？